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现在进入最后的好，那接下紧来就张时是刻，来公布那个我们决选的结果。那等一下就是由就是刘康慧老师来帮我们公布哦。好，来来。噔噔，好，我们这边来公布，我们是不是先掌声鼓励这些团队？第一，我们这边照这个字母顺序哈，来品一课，还有我们的 Unicourse 大学课程搜寻资料库。平安走路许愿账户、行人空间改善、长租刚好、永续租屋模式的市场研究，以及我们参考书推荐平台，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恭喜这些团队，这五组也团，恭喜其他所有的团队参与到最后，谢谢。对，这五组团队呢，并没有高低名次之分，就是我们是按照笔画还有就是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来作为整体的一个顺序来排列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评审们的评选，然后也恭喜得奖者。那没有得奖的团队，请不要灰心，因为能够出席今天的决选就已经是很大的肯定。那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做专案，用自己的力量完成想要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颁奖仪式，请所有得奖的组别到舞台边集合，我们将依序颁发奖项。那首先我们将对，来品一课，来，然后来品一课将会由就是丁志，不对，来品一课将会由 Danny，共同创办人来负责颁奖这样子。那来品一课可以到舞台上来吗？对，然后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牌子到舞台上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将由就是，黄一静、Danny Huang 共同创办人来帮忙颁奖。这时候应该要配金马奖的音乐。突然发现，颁奖典礼还是少不了这个。好，那我们就恭喜来品一课就是获得这一次决选日的肯定。那有颁奖的东西，有颁奖的东西。来来，好，给设一个循环播放器，对，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可以切回去。OK 吗？好，那我们谢谢就是来品一课，然后恭喜来品一课，然后也谢谢 Danny Huang 共同创办人上台颁奖。那我们接下来是 Unicourse 大学课程资讯平台的各位也可以来到舞台上。那我们将由台大政治系刘康慧老师来负责颁奖。对，那所以就是请团队以及颁奖人都来到舞台上。今天是一个选举。他给设一个循环播放。来，等一下，老师，好，那就是由老师来为我们进行颁奖。好，都还好吗？好。那感谢，然后也恭喜，就是 Unicourse 大学课程资讯平台，然后也感谢刘康蔚老师担任的颁奖人。那我们接下来第三组获奖的团队是平安走路许愿账户行人空间改善团队，恭喜你们，然后请你们来到舞台上。那我们将由丁志仁老师负责颁奖。来来来。好，非常恭喜平安走路许愿账户行人空间改善的团队，那也感谢丁正老师上台颁奖。那接下来下一组
得奖团队是长租刚好永续租模式的市场研究。来，那恭喜团队得奖，那请团队上台。那我们将由就是我们将由台南新芽协会的严婉玲理事上台颁奖。为什么得奖的拿过去？等一下。对，谢谢。来，然后最后一组的得奖，不好意思，最后一组的得奖团队是参考书推荐平台，然后欢迎恭喜得奖团队。那我们也请就是周松团的志工哲伟上台来帮忙颁奖。好的，目前所有的奖项都已经颁发完毕。那接下来请所有得奖的团队拿着你们的 logo 牌回到舞台上，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对，好，请所有的团队有参加的团队都上来舞台，在场所有人都上来舞台上，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对，对，来，那麻烦所有团队都请站到舞台上。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带着你们的 logo 牌。对，好好，你要进去啊，啊，我就拿这个。好，那好的，那2022-2023临时小学校专案孵化竞赛决选日的活动也在这边正式落幕。那感谢每一组出席决选的团队，无论得奖与否，能够来到这个舞台，就是对于你们投入心力的肯定。感谢每一位评审与工作人员，是你们让今天的活动可以顺利结束。最后也感谢每一个到场参加的人，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再给你启发。